消息哈，就是这个月的15号，奥朗德将正式被任命为法国总统。说实话，奥朗德能够赢了萨科齐，这一仗打得也挺不容易的，两个人几乎都是旗鼓相当。但是对萨科齐来说太不顺了啊！这一是几年任期的成绩啊不够漂亮，大伙儿也不买账，再加上公众对他那点私生活过度关注，又议论纷纷的，不少选民呢更是宁可弃权，也不愿意投票给他。就算。